其实是你头发撩撩快快安尼哈，真好哈。啊，第一来讲哈，哎，看到你抬鼻头哈，又调调翘个掉哈，安好的地方哈。然后来讲啊，俺都向进来啦，你鼓励哈，通常哈，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哈，真的是非常不为在给哈。哎，啊，你啥年来哈？哎，节目继续的进行哈，啥的节目是国乐伴唱，有孙金星。孙博士哈，来为你唱一首台六的歌曲，那个国语歌曲了哈，那个《菊花台》很美的啊，组热烈掌声来邀请他的参加哈。那孙博士呢，他是龙潭地区有名的和声合唱团的一个台柱哈，我想他的诠释一定是非常的好哈。那我们现在就热烈掌声来欢迎他，谢谢。
在孙博士的演唱《菊花台》，歌声的确有一番的风味哈。接下来节目是山歌对唱平板，由庄瑞云小姐、吴安火先生两位的演唱，欢迎两位出场。